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各位来到《奔跑吧大力》男女对抗赛的现场。这是一场兄弟对姐妹、男性对女性的超级赛事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热情的运动宝贝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首先有请兄弟团中的超级学霸邓超。下一位出场的男队队员是大黑牛李晨。人气与颜值的担当，鹿晗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请出今天参赛的女队成员。首先有请集美貌、才艺于一身的迪丽热巴。天后蔡卓妍，有请古灵精怪的刁蛮小公主唐艺昕。下一位出场的是华语乐坛实力唱将容祖儿。接下来有请九零后人气花旦李沁。最后出场的是端庄优雅的气质才女林志玲。让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男队女队的所有成员们。欢迎各位来到美丽的云南大理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奔跑吧大理男女对抗赛，获胜队将赢得本届对抗赛的奖品和冠军奖杯。那还用比吗？不是，今天的主题是搞事情，男生怎么可能输啊？哎，那我们还有口号，我们还有口号的。哦，他们有口号。哦，什么口号？来，哇，他们居然有口号，要迎接我们。对的，欢迎的姿势。对的。
以可以，可以，很好。我要笑了啦！我要笑了。我觉得我们过早的进入了这个对抗的这个氛围，我们不着急对抗，我们跑男一贯的做法是要介绍我们的朋友，对，所以呢这就不用说了，立刻跳过我，真的是，因为上次我记得是在金马奖是吧？嗯，哇，我看他主持在上面太厉害了，又唱又跳，对，好辛苦，为了什么？但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对，你们都。你们这种演技不行，都没去吧？欢迎志玲。接下来这位，我跟他曾经是个同一家唱片公司的。我是阿娇。我是阿萨。我们是 Twins。委屈你了，对，委屈。但是我们今天是两队哦，两队，你要搞清楚。我绝对搞清楚的，放心，我们感情一般。没有一个感情，可是他和我们的祖儿就有一些渊源了。他是小学同学。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三年同班，对不对？你一直没变，你一直都没变。我一直都没变。对，特别是高度，特别是高度，高度。谁？等一下，他的小学的高度没有变。对呀、啊，我小学已经这么高了。他小学是巨人，小学是巨人。对，他是班中最高的，现在就。你要调侃我，要合理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祖儿，最近在忙些什么事情？准备演唱会。哦。有没有考虑请我们去做个嘉宾什么的？对啊，可以吗？我们可以上场。可以看看今天我们的感情。你看小鹿的演唱会，真的有我们这种票卖的，根本就抢不到的。我上次跟李晨是吧？对，都是来看我们俩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种拼盘演员是歌手是非常厉害的。拼盘演员，拼盘歌手，你知道吗？拼盘演员也实在没有办法开一场独立的，只能蹭别人的。这个艺兴同学又来了，各位前辈好，欢迎前辈好，好，下一位李静，欢迎，下一位就不介绍了对吧？好，下面欢迎女队，欢迎女队，真的吗？小迪，不是这样，你来。我们要质问你一下，为什么跑到对方去了？因为人家性别是不一样的。你这种，哎，你问一个有技术含量的水平好不好？你问一个有技术含量的水平好不好？啊，水平问题好吗？其实我是力量担当。什么？力量担当。你是那个力量的力量，真的吗？他可以把你抱起来。把我抱起来？不可能，你能把我抱起来？我怕把你折断了。我怕把你折断了。我抱。你抱我？是真的假的？哎，别，还没开始录呢。我跟你说，这里面最重的人是这个东西。走开！走开！不要，这个重的是我的事情，走开！来吧，这么辛苦的事情，走开！这个是走开，这个是走开。不要抱什么？走开！这么辛苦的事情还不我来吧！哎，我来吧！没事，这么辛苦的事情，走开！我来吧！不，我来吧！不要！这个跳槽肯定是最好可怕。黑衣人，把他们带走。我不信你们女队有这样的体能。应该我们每个人可以，我们一起抱一起挑一个，一起。我觉得这个画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绝对没有。这样你们讨论一下，你们可以自选吧。我选陈哥。你选我啊？意思意思就好了。阻拦过来了，阻拦。两只手包着他们脖子，他们好用力一点点。好，你搂一条腿都可以。来，我一个脚先垫着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来。这什么鬼？哎，这什么鬼？我跟你讲，力气啊，完全的站着就不能动。我只能抱起来一条腿，是不是？好，再
次欢迎大家。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男女对抗赛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你们需要了解今天获胜的方式。迷宫地图，迷宫地图共有8个入口和8个出口，每个入口对应唯一出口。每轮比赛的获胜队可获得2个出口，拥有出口越多，获胜概率越大。好，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比赛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你看，在高原就没有人冲出去了。每一组的两边各站3名队员，然后由队员这样依次接力。在转的过程当中，不可以用手触碰布条，发现一次，你们的总时长会加5秒，最终是时间短的队伍获胜。男队先给女队打个样，打个样。3、2、1，眼睛看看正，选一个点。加油加油！我看着都晕了。最后5米，好。我们男队先给女队打个样。闪着屁股，你先别转，你先让他转，对，好，对，我好晕啊。
真的很晕，晕你头，才把两圈子晕。先别动，近一点，你等现在过来近一点。不，你把他抱起来，你把他抱起来，抱起来，你把他抱起来，你把他抱起来，快，好惨呀、啊，我抱你。不行，太累了。对对，这样这样。转，快转。来，站得好，站得好，快加油！哎呀，打结了，拖过来，你把他拖过去，快！把口水收起来。女队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哇！没问题，可以啊！哇，这么厉害！怎么这样？输了，我们输了。卷完好长啊！还是美的。我们有一个希望，好像能赢，我们还有点希望，我感觉。你转的快一点，然后姐姐你转的慢一点。这个高度差太多了。
OK， 可以。好，可以。没有希望。转圈圈了。这边吧。我们就是来搞笑的了。哎，不要不要公布成绩了，不要公布成绩了，不要公布成绩了。好了，下一趴环节，下一趴，整个这趴剪掉，剪掉，全部剪下一趴。不是，我先说一下，准备说什么？确实人家是挺美的，没想到他们又好又快，又好又快。这个，恭喜对获得胜利。来领取您的贴，贴到迷宫地图上。六吧，六吗？六，另外一个想听一。